老爷记得去打预防流感针嘛。孕妇和小朋友都要打的。要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安全和有效地预防流感和引发的严重并发症。健康人士都要接种疫苗的。想知多啲，问下你嘅家庭医生或者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站。预防流感快打针。